房介要如何通过 VR，就是带客户去看房子呢？就是通过这一些系统，比如现在我手上有的这个 iStaging 的这个系统呢，它是被广泛的利用。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带我们的客户进去看那个房子，通过 VR，然后带他们去把那个房子的整个他们的里面的装修啊。它里面的那一些设施，就是一一通过 VR，就是给那个客户去看。然后我们看得到这边 guided tour，就是中介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一个直接跟那个客户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去示范给他们去看。比如说现在我就把这一个资料输进去，然后我 start touring 的时候呢，那个客户呢就。可以通过这一个系统，然后跟打电话给那个中介，然后在这里的话，中介呢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去带那个客户去看，然后比如说里面我们要给那个客户知道这些牌子是什么，我们其实是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把那个房子的一些资料就是在这里给他知道，说。我们可以看到，假如我们比如我们来这边跟他说这个，我们用的是什么牌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给我们的客户看，是非常的简单。然后这边下面呢，就是有主卧室的厕所，子卧室的房间，我们很快的就是可以跟客户讲，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它的天花板，然后我们还可以从这里去量那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门的宽有多高，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直接去示范给客户看。所以呢，之后呢，中介就会省了很多时间，